哎、欸，不要洗聊天室，不要洗啊！这是什么东西？这举手图哦。哇，这个举手图也可以洗。好啦，来抽啊！第一抽，神魔幻甲。我没有水岩的海报，我只有火岩的。哇，第一抽就是白金，烂死！我要水岩，你、欸、可以帮我改一下标题吗？神魔之塔。我有啦、啊，不然至少给我个木巴吧，我木巴都抽不到。第二抽，现在看到白金跟看到垃圾一样哎、欸，哦，都给我重复的。然后古希腊我只有光谷，其他都没有，也不给我。第三抽，哦对，是碧翠丝，加油！又是白金。都是重复的。第四抽，再来，又是白金。哦，不会真的要抽到三十抽吧？我都有了。第几抽啦？第五抽。都重复的。哦，第六抽，喷钱呢？啊，对啊，我古希腊想要送水跟暗的。第几抽啦？忘了啊。哦，都重复的。哇、哦。我只想要水跟暗古希，或是木巴比，或是水岩，干，都有了。因为我还要留石头打明天的那个啊，猫头鹰。中了木巴，中了，干，终于，哎、欸，终于我这边有这张，好啊，不错啊，这样没有抽到水岩，我还有一点安慰啊。来一个吧，来一个，运气很好，就再来一个水岩吧。假的，这真的。黑的，这样我巴比伦终于起了，哦，巴比伦出那么久，我终于起了，劫起，黑，不给黑的哎、欸，拜托不要再给我那个火焰蜥了，我火焰蜥已经两张了。不要再给我火焰了！哎、欸，中了，黑的，哎、欸，第十集，然后第十抽左右而已，十几抽左右而已，哎、欸，拜托给我水的，拜托好不好？让我留点石头啊，我还要开台啊，拜托，水的，中了，毕业了，真的中了，超爽，哎、欸，超爽，恭喜！超厉害，运气也太好。我几抽毕业啊？十二抽毕业，收工，感谢干爹赞助我的那个小喵，感谢小喵，耶、yeah ，感谢那个炼血加持啊，好不好？炼血加持，你知道这两。神魔出了这两张新卡吗？不知道，81/2的几率吧，而且还有可能抽到重复。哎、欸，好爽哦！抽到木巴又抽到水岩哎、欸，运气超好的，哎、欸，12抽哎、欸，超爽的，收工，感谢大家。